好歌真的很耐听吧，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回忆啊，尤其是《幽默》这几首歌，真的略有小歌，略有小歌。今天呢，多梅要唱一些节奏轻快的歌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大家熟悉的，舞蹈方面我是不太灵光，靠两位专家吧，稍微呢随着旋律摇摆一下，虽然腰硬一点。为您带来这一组恰恰的主曲，献给各位。我有个好家庭，但还有一个好父亲。我恨你不伤悲。
大家的掌声。今天节目呢，这是不想的学生歌曲，各位会不会很满意？真的是各个年龄层都找不到了。刚才还有朋友说，可能我唱了很多大时代的经典歌，自己的歌曲呢，也可能也要稍微要这个注意的带到几首好的。在还没唱我的歌曲之前呢，先要感谢今天这个机会，在台上跟各位朋友们大家相聚在一起，我们要感谢我们澳门的威尼斯人他的邀约，让我有这个机会站在台上为各位带来今晚的演出，还有金光综艺网，还有呢我们的世代娱乐，由于他们的大力把这个综艺网的邀请，是我有幸在台上为大家带来今晚的节目演出。当然，同时更要感谢楼上还有楼下的朋友，你们这么热情的掌声，让我们呢觉得唱歌之间完全不觉得累，非常的开心。让我们唱起来觉得特别的轻松，觉得意犹未尽，还来不在乎。谢谢。好，待会儿呢也要祝大家一个好手气，有人提到一剪梅的，好。谢谢。很多朋友现在对他有念念不忘，一剪梅，好，谢谢。Yeah.
科学家很奇怪，一定要把它想起来。千里之外，好吧。欢迎小朋友，也可以一起来呀、啊。下回见。